告诉你，幸亏这次你跑得快，不然爷爷弄死你。娜娜，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刚才是哪个踢的吴应觉啊？多谢大侠救命之恩。啊哈，这位贤弟，不用客气。哎呀，是你的呀？啊，是你踢的啊？半城，贤弟，我终于见到你。你是？我是北辰啊，你大哥呀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帮我挡的那一刀。不记得。你谁呀？我，哎，大哥，这是失忆呀。啊，咱们试试情景重现吧。你没干嘛呀你啊？我，大哥，北辰大哥。北辰大哥，我好想你，大哥。你谁啊？北辰大哥，大哥，好兄弟都是两肋插刀的。大家这么熟了，这样不好吧？啊，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哎，半城，终于记得了。大哥，大哥，我记得，记得。半城，记得我是谁吗？你我当然记得，为毛嘛，总来找我要那个。哎，你们有完没完啊？那个韩宇，去找小二，弄点小菜，请几位大侠喝几杯。啊哈哈哈哈！啊哈哈哈哈！啊。好好好，哦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见大哥了吗？大哥，大哥，我记得，记得，大哥，我记得，记得，记得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靖城公主，当今九王爷的六女儿。这位呢，是我的贴身丫鬟，韩云。谢谢各位大侠，今天舍命相救。啊，那个，久仰久仰将，久仰久仰久仰。啊，咱这样，我呢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是个锦衣卫啊，我叫北辰啊。北辰哥哥好。哎、啊，这位呢叫魏毛，是我的得力助手之妻。魏毛，别别别，本人是茅山术第138式传人，送外号魏铁嘴，叫我铁嘴就行了。啊，对，这位呢是我的好兄弟赵世兴啊，外号赵半城。请什么用？举个杯吧。好啊，举杯，举杯，举杯。幸会啊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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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坐。啊，好好好，坐啊。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，竟遭如此暗算。江湖险恶呀。这个公主，你把腰间这个坠子给在下看一下。啊，是这样，本人呢正在办一桩命案啊，这个命案有一重要线索，就是跟这个坠子十分相似。可以。谢谢。
山里水一双桥。公主，你这再说了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走呀！既然公主这么热情，哎，那我们就盛情难却了啊！那我宣布，锦衣卫临案部正式成立。哦，来，来吧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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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咱们就去停尸房吧。停尸房？现在？因为死人也会说话。走吧。啊啊！真的？啊啊！哎哎，这不是天罪罪？你怎么了你？天罪你怎么了你？天罪怎么回事？我腿肚子啊！北辰大哥，腿肚子不是小事啊。嗯，对，不是小事。来，起来。嗯、啊。哎呀，头发疼，头发疼！哎呀，头发，头发疼，怎么头发疼的？好了，不要闹了。公主，你不是要找你二姐的线索吗？铁嘴，你收了钱啊？大成，忘了我们的协议吗？你们到底怎么说？我，大哥，我去收摊吧。那我去跟我妈请假。嗯，那我这就回去收拾行李。行，那明天一早我们停尸房见。好啊。嗯。